那时候太暗，我连他们手都没有摸到，哎，都摸不到了。那时候我还在睡觉，哎，那时候我帐篷是浮起来，哎，那时候因为水很深嘛，啊，帐篷浮起来的时候是脚是踩不到的，哎，那时候我就拼命挣扎，要把帐篷挡起来。那时候因为挡不下来，没办法，啊，所以就要把它踹破。是整个水。把那个整个帐篷扶起来。对 对, 對。啊，说你跟那个小朋友都整个扶起来。对对对 对, 對。我想问一下你遇到的状况的时候，大概水大概多高？其实那时候很暗，我只能说帐篷扶着的时候，我用脚去踩到地面去阻止的时候，那时候人还是就吃到水了，所以它应该是比我还高了。是。所以你是怎么这样的状况醒过来？是有一些预兆，还是说就突然之间醒过来？那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还睡着，我听到我老婆叫我。对，那时候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整个在浮了，应该是被水流冲到岸边去的。你那种海浪状况，其实应该是游不太动的。因为紧张下，你真的是太高了。还有遗憾是，就是来不及去救你的那个小朋友。那时候太暗，我连他们手都没有摸到，哎，都摸不到了。